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里脊肉烤冷面，还有这个梅干菜饼。这边是一份瘦肉丸，都是一些小吃。五花肉的梅干菜饼，外卖送过来已经不脆了。散掉的烤冷面，吃一串里脊肉，你们那边里脊肉都要多少钱一串？我买的就是2块2一串。我记得以前小学的时候都是1块钱一串的，年糕5角钱一串，吃的最多的小摊贩的那个炸串、烤串就是年糕。
我们这边在外面很吵，就在修路。而且我们村旧村改造，里面的老房子都拆掉了。